天给大家带来一期免费教学，视频较长，请耐心看完，直接步入主题。高端局利用好了也是可以躲子弹的，就这样一直去点，形成肌肉记忆。熟悉蹲键后，开始边走边蹲。反身上利用好了是可以躲子弹的，打两枪缩回来，不要开枪。反身枪作用是对敌方进行消耗，在以逸待劳的时候，反身枪非常重要。练好了走位，让你彻底摆掉人机步。然后来到这里来进行更细致的走位，左右细致的横拉摇摆，再来这边进行走位加强版训练，这样会让你在实战中走位更加灵活，在敌人眼中也是很灵活。实战中靠近就是人，用单点去打靶子，这样会提高你的精准度。练好以后，拉枪也会得到很大的提升。讲解不详视频就到此结束了。Then